你自己检讨一下，你自己多脏嘛，又不爱干净，老爱往那些草堆里面。他们也不想跟你一起闹，跟你去做窝的，知道吧？天有不测之风云，明明下着暴雨，谁知道下午就出了太阳。天慢慢梳个毛哈，那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表情什么样子。蓝蓝的天空，哎，碧绿的湖水，哟喂！哇，不是吧？这小区里面怎么还有柚子啊？我这服了！哦哦，那个地方还有一个，你看那个地方，还有那个地方，我勒个丢哦！哎，小满去那边草坪玩一下。这敢放这里，因为这边没人。刚刚把家里收拾了，大家可以看到一尘不染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这是小满的足迹哈，有一点印子，然后已经很干净了家里。今天呢，不只是把家里收拾了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小满洗个澡，拖了很久，又有一个多月没洗澡了。天，你看这个头发得打得油结了，天。说小满一个月多月没洗澡，就跟我两天没洗头发一样。你看这个油结结。我也特别爱出油我的头发，干嘛？这样子就可以不洗澡了吗？你以为？那当然是不可以的。你自己检讨一下，你自己多脏嘛，又不爱干净，老爱往那些草堆里面。他们也不想跟你洗澡了，你自己做窝的，知道吧？看脑袋上都还有头哦，不是毛，还有你自己的，不爱干净。走了，要紧去洗澡了，走，快走，走了。走，厕所去洗澡，走，快点，走了，洗澡去了，走呀，快点，啊，等我开门。小满多乖啊，刚刚我从厕所过来，然后收拾了些东西，然后小满就一直在厕所等我，我可以去看他，他肯定在厕所，你看厕所等我，哎呀，真乖，妈妈，真乖，但还是摆脱不了你的命运啊，还是可以走。然后先把水给弄一个合适的温度。坐下，坐好，我在那边给你洗哈。过来给你。坐吧，坐，可以坐过来。真棒，坐过来，进去。看你胸前的毛，你脚放下去，脚踏实地，好吧？啊，已经给满满把毛打湿了，然后我们还是老步骤，先给小满身上沐浴露洗了，然后最后再来给他洗脑袋，要不然到时候他又很难接受。你脑袋好圆的，这样看着满满。我沐浴露了，这大范围搓着，这大范围都抹着，然后最后再来给满满打一点水，打一点水，然后再来搓。要不然的话，沐浴露也挺贵的，都得花700多块钱，有点省着点用。先哪个地方先抹上？特别肚子，这狗狗肚子接触地面接触还比较多，一定要小心一点，给它多扔两下。把我给整了，已经给小满抹完沐浴露搓了，然后那个离远一点给他冲一下。哎呦呀，有点洗车的感觉啊，真的有种洗车的感觉，虽然我没有车。哎呦，这个大工程啊，大工程。
妈妈，你能不能有个表情啊？以前要笑一下，要么就苦瓜脸，你现在是面无表情，啥意思？爸爸，你是不是整了个鸡公头造型，有点不太开心？那这样子，我们来一个那个往前刷的，这样子会不会好看一点？然后现在给小马抹护毛素，护毛素对于女士边牧来说还挺重要的。哎，别靠我这么近呢，你身有东西啊，妈妈，你这个时候不要跟我太亲近了啊。这时候咱们俩要保持距离，就当不认识一样，知道吧？啊，不懂，等一会儿这个。哎呦，这抖我一身都是。那欣赏一下我美丽而又性感的裤子。我抖，不准抖哦，不准抖哈！我生气的，你抖了啊？听没有？爸爸真的生气了。乖，还知道换个位置，你好乖呀，妈妈。你怎么知道妈妈要弄这边了？真乖。哎，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不能哈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哈。爸爸很严肃的就跟你说这个事情哈。乖了。走吧，走走走走，没关系，爸爸离你很远，现在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一个，二哥哥，二哥哥，走一个，走，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，不要离我那么近，走一个，走走走走走，因为家里那个浴巾给搞丢了，所以现在只能盲吹，只能需要这样。怎么回事？突然来一个。走吧，去那边等着我，去那边等着我给你吹，去，快去，进去，回去，把厕所收拾一下。啊，这狗狗已经等好了，等了我，吹毛不准备。哎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那边去，不要过来。已经被我嫌弃了。机，开始工作。妈，可能角度问题啊，看见有点黄，其实是干净的。闻风变色的小猫，干嘛呀？你在乱扯呀！嘿嘿嘿。喂，不是吧，我家遇上我的古董吹风机怎么回事？今天罢工了，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，你看这里开了电的哈，这个是没开电，这开了电的，然后插上它，对吧？哎，怎么又可以了？刚刚就不可以，你是个演员吧？为了其实已经吹的也差不多了，为了消磨这无聊的一个小时，我边给小婉吹毛吧，就边看一下这个电影，是吧？时间会过得快一点，然后这个猪呢也不会那么紧张，免得我一直催他，他还不习惯不舒服。好多毛啊！我现在已经开始没有力气了，给小婉吹的。给你吹毛，你还吹累了啊！爸爸坚持一个多小时，洗澡再吹毛，你还先躺着了是吧？嗯，小狗狗，咱就选搭这种睡觉，给大家比个心吧啊，这样子比个心吧，比个心，明天见，让小狗狗休息一下吧，吹毛也吹累了。喜欢小满的朋友，别忘了订阅、收藏，还有点赞哦。